祝福一下少伟跟蓝方，他们有承认的吗？要被骗，不是那个新人很久了，然后现在提了，是有新的进展吗？真的真的真的，那就祝福喽。他非常的低调。嗯哼，没有问过他。有啊，他不讲哎，他完全不信任我。那你的房租呢？我在房租，对，之前不是有发一个限动啊？对对对对，跟那个房东吵架。每个房东为什么吵架？啊，很多很奇怪的房东哎，他们一开始说有管理员，然后租进去，结果没有管理员，被骗的感觉。那所以现在还住在那里吗？还是住？因为他一直叫我走，我就更不想走。我其实很想离开那边，很赌气啊。我们讲到律师的时候，他们怕，因为他们知道他的错。赵伟跟蓝方，他们最近有新闻吗？是吗？他们有承认的吗？没有，不要被骗。不是，那个新闻很久了，然后现在提了，是有新的进展吗？真的真的真的，那就祝福喽。那真的祝福祝福。不，有看过他来探班吗？许蓝方。怎么可能？赵伟哥超级低调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私生活是长怎么样。他非常的低调。没有问过他吗？有啊，他不讲哎，他完全不信任我们。节目上都是一直问啊，问完他的梗，这个浪浪方方的布啊，讲到蓝色就是讲到他的。真的啦，小哈哥。对啊。不会啊，他不是一直都很好，他很常跟老婆一起上节目啊，然后跟姐姐有吵架，就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没办法，家庭的类似，但是他们至少他们两个是很幸福的。那你的房租呢？我的房租，对，之前不是有发一个限动啊？对对对对，跟那个房东吵架，每个房东为什么吵架？然后很多很奇怪的房东哎，他们一开始说有管理员，然后住进去。结果没有管理员，被骗的感觉。那所以现在还住在那里吗？还是住？因为他一直叫我走，我就更不想走。我其实很想离开那边，很赌气啊。房租多少？房租20000多，两不便宜。我们讲到律师的时候，他们怕，因为他们知道他的错。有稍微便宜一点吗？没有啊，我就不再计较了。但是就是不要走，叫我走，我就是不要走。你跟他签多久啊？一年啊，所以很快啊。他感觉他想卖掉，所以希望你走。对，然后他每个礼拜都要带人家看我的房子，不觉得很夸张吗？看展喜欢他，对对对。那1月又有成人展了，真假的？真的，可以亲密互动哦。我这个很好，一定要去。他不是我自己体验，是我的朋友。我一分钟800块，值得，很值得。你们许愿来一个 AV 女优来吗？今年退的那个萧田优，他已经退了，那退了可以做那个啊，成人展啊。看起来有点名字，杰尼棒吗？你有看过他的屁股吗？没有，我不想看。漂亮哦。OK 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富城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依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欣宜。我是陈君。我是沈佳乔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文化呢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